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。有位网友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，说想学一下越南鹰的折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。这小点的用的是边长50厘米的正方形油纸折成的，这大点的用的是边长62厘米的正方形手揉纸。手揉纸不如油纸结实，一些细节到最后可能会撕裂。推荐你用油纸来折，推荐用边长50厘米以上的油纸来折。它的中文版的图解教程在最折纸折纸新世代里面。如果你买不到这种纸和书籍的话，可以来问我。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它的折法。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段视频操作。重复第三次。
接下来再把这个向左翻一下。先到这里，后面的过程请看下一段视频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后完成的效果，它的视频教程一共分成37段。看完本段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给折纸王子留言。